唐诗欣赏，今天我们来学《江雪》，作者柳宗元。千山鸟飞绝，所有的山全被蒙蒙的大雪笼罩，一只飞鸟也看不到。万径人踪灭，许多小径也全被厚厚的积雪覆盖，一个脚印也找不到。孤舟蓑笠翁，只见寒冷的江中孤独的小船上，坐着头戴斗笠、身穿蓑衣的渔翁，独钓寒江雪，在那冰天雪地的江中，孤独专心地在垂钓。我们再来朗读一次：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，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以下是作者柳宗元的简介。柳宗元字子厚，唐代河东郡人，唐代著名文学家、思想家，唐宋八大家之一，著作品有《永州八记》等600多篇文章，经后人集为30卷，名为《柳河东集》。谢谢您的观赏，请继续点阅此频道的其他影片，也请你订阅此频道。